在《七月与安生》这部电影中有着出色的表现，与马思纯一起成为金马奖影后，这无疑是对周冬雨演技最大的肯定。虽然周冬雨的个子娇小，但是穿衣风格却也是网友竞相学习的范本。5月28号，周冬雨北京现身机场，她头戴渔夫帽，身穿 oversize 毛衣，见镜头点脸搞怪可爱，一路摆臂前行，青春放肆。周冬雨显得活力十足，满满的学员风格，一顶渔夫帽成功抢镜。从渔夫帽的出镜次数就可以看出周冬雨很喜欢渔夫帽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